让我们有请，有请肖战，欢迎肖战。有请肖战，好闪啊！来到我们的签名区打卡。来，拍照。肖战在电视剧领域塑造了各种深入人心的角色，梦中的那片海中有理想的北京小爷肖春生，玉骨遥中孤老清冷的空桑世子石隐，骄阳伴我中努力拼搏的职场新人盛阳。所以今年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不同领域带给观众更多更精彩的可能。是，再次欢迎肖战来到2023微博之夜，欢迎肖战，好久不见了。来来来，能不能地上一个话筒跟大家 say 个 hi 好不好？我们抓紧时间 say 个 hi。来来来，好，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，来，肖战。Hello， 微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哈，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博之夜的现场。去年也带来多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哈。2024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给大家分享一下？新的计划就是不断的工作。充实自己，充实自己。那新年到了，我觉得也要送上一个好的新年祝福哈。那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。最真挚、最简单的祝福，反而是我们最希望拥有的哈。这样的祝福我们也送给肖战。是的，同样祝福送给你，谢谢肖战。微博之夜，他的微博真的在工作中还藏着浪漫，我还看到他分享了雪人，特别的可爱。接下来。